干！说什么呢？你撞的人，你这叽里呱啦的，你这素质真差。哎哎，你先撞我，嘴碎有啥？中国人啊？哎呀，哈哈哈哈，老乡啊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大哥啊。哎，那个，我问一下啊，这附近除了这家医院，哪还有其他医院啊？嗯，别动。啊，给我。 哎，你是私家侦探？关你什么事？哎，大哥，帮忙找个人呗。哎，酬金绝对让你满意。我没空。哎，大哥，你俗话说得好，出门在外大家都是老乡，你帮帮我，这事对我太重要了，求求你了。哎，老乡啊。哦。 When will the final payment arrive? In 24 hours. Good job. <音>你不帮我换吗？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不穿衣服的样子。不想让别人看，就想让我看吗？问题是我并不想看。我帮你，我来吧。 为什么要买带扣子的衣服？
简直是给自己挖坑！你没事吧，李倩？扣子扣错了。 对不起啊，我重新弄。我记不清了，但是你好像真的很喜欢我。 如果没有找到我，就假装在替国同我发生争执，被骂回国。哎呦，我的手机在哪儿？可能看到自己的手机会想起一些之前的事情。啊，哎，我昨天不是去了趟警局吗？然后警察说你的手机需要作为证物，所以他们暂时收起来了，用完了之后就会还给我们的。 哦，好。没问题，我已经确定过照片了，对方是要求48小时内打款。放心吧，我用的都是安全证。 你饿了吧？赶紧吃吧。嗯。李倩，我以前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我去看看啊。 干嘛？今天是我跟绿茶分手，我们成功签约，以及我爹不会再威胁。找到别人休息了。以及我爹不会再威胁我回去继承家产的好日子，咱们俩不应该喝一杯，庆祝一下？都是你的好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咱们俩什么关系？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以前不都这么蹭酒的吗？ 什么意思啊？不让我进去？难不成里面藏了个男人？难不成还真？真是什么真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你别跟我开这种玩笑。请你不要打扰员工的私生活，好吗？ 公司可是付了你差旅费、加班费的，我是 boss，OK？ 这么是李浅，谁呀？还真有啊。